第十八题，某化合物只含 C 和 H 两种元素，其和氧 O2 完全燃烧时的均衡反应式为 2CXHY 加13O2 生成 8CO2 加 10H2O，则此化合物的化学式为何？这个是上学期所教的原子说，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，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。到这学期就利用这件事情做了均衡化学反应方程式。我们看到这边呢，总共会有八个碳，所以这里的 2X 呢就会要等于8，所以 X 要等于4。那么这边呢会有总共会有20个氢，所以这边的 2Y 呢，这边的 2Y 就要是20个氢，所以 Y 就会等于10，所以我们有 C 是 4，H 是10。因此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择此化合物的化学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C 4，H 10。